地球的点缀 Russian 的 YouTube 个人频道，王博恩紫杜林。紫杜林，可爱的紫杜林，紫杜林，你有脑袋吗？紫杜林当主角有脑袋吗？有没有啊？紫杜林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鸟有时候很会叽叽叫，叽叽叫，叽叽叫，啊，也不知道它叽叫什么，对不对？鸟有时候非常的吵，那边叽叽叫，叽叽叫，叽叽叫，啊，也不知道在叫什么，对不对？紫豆林，紫豆林现在不叽叽叫了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哟，紫豆林就是可爱哟。鸟在野外一整群的时候是非常的会叽叽叫，叽叽叫，非常的吵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紫豆林，有时候紫豆林也非常的吵，那边叽叽叫，叽叽叫，吵得被我的妈妈嫌吵，对不对？紫豆林，紫豆林。紫豆林好可爱哟，有没有可爱呀？非常的可爱哦。紫豆林最爱露脸了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哟。王博昂，王博昂有脑袋吗？王博昂在想什么呢？汪博昂在想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鸟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汪博昂到底在想什么，对不对？汪博昂，汪博昂，汪博昂，你到底有没有脑袋呢？汪博昂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汪博昂在想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脑袋是黄博王的，不是我的。黄博王，黄博王，你东张西望干什么呢？不跟我讲哦，甩头。你说你话我也听不懂。王博昂，王博昂，你可爱吗？你在说什么话呢？王博昂，王博昂一直想飞过来，对不对？对哈。黄博昂，我的手借黄博昂当成树枝。哦，我的手还蛮酸的，我的手还蛮酸的。黄博昂、紫豆林，你们两个在讲什么话呢？
黄伯昂和窦尔莹是一对夫妻，你们两个在讲什么话呢？黄伯昂跟和窦尔莹在甜言蜜语，对不对呀？鸟最喜欢 kiss 了，对不对？紫豆林，紫豆林到底在想什么呢？紫豆林。紫豆林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不是鸟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紫豆林，紫豆林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不是鸟 ，Russian 不是鸟，所以 Russian 不知道紫豆林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就算我是鸟，我也不会知道紫豆林到底在想什么，因为脑袋是紫豆林的，不是 Russian 的，对不对？紫豆林。紫豆林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们的紫豆林的脑袋是紫豆林的，不是 Russian 的，所以我也无法问紫豆林的脑袋在想些什么。就算我是鸟，我也无法了解鸟的脑袋是在想什么，因为紫豆林的脑袋是紫豆林的，不是 Russian 的。Russian 的脑袋是 Russian 的，紫豆林的脑袋是紫豆林的，对不对呀？紫豆林在想什么呢？紫豆林在抓羊哦。紫豆林在抓羊哦。紫豆林，你阁无生花哟，敢伊了上？
结束，拜拜。